两拍就可以了，两拍就可以了。对。接下来是十六分音符的节拍，啊，你可以把它稍微写开一点，不要写那么密，这样比较好看。哇，怎么长相差这么多？怎么长得差那么多？再一次。什么？洞口上的图案。哦，那个是它那个是造型而已哦。请写上。这个哪里写错啊？那个第一个叉叉是不要的。那如果吗？我这是第一个，我看不要它。好，来，那请把第二个小节写上去。成功，答对，好，来下一个。那个怎么办？
要写好哦。待会我就用棒棒消毒剂。我看看，成功！哎、欸，阿奈奈，我要拜。你们画漂亮一点。这个怎么那么畸形？这个怎么长那么奇怪？啊，下一个，每个都像一个不一样。请在大鼓的上面画一个 high hat， 打叉叉。好。会不会？是什么马桶啊？这个马桶的观点吗？有没有成功？耶、yeah. ！有成功。好。然后呢？还有，来看一下哦。再来，我在 high hat 旁边再画一个这样子。变成八分音符的节拍。High hit 哦，会不会？但只有嘶嘶嘶嘶，好，会不会？断掉。你确定断掉了？断。好，那你把它连起来。好，来贺，请画。来，弟弟，请把它画上去。弟弟，不共戏。好了，这样。你现在真的是这样玩的吗？好，请你把它画上去。不要画那样哦。你现在真的是这样吗？你要把它画上，你要把它画完整。画这样。Thank you.